这地瓜球真的是直接让我恋爱。地瓜球是台湾夜市常见小吃，但这一家推荐给你绝对要吃。撒上白雪，冬天氛围甜蜜，直接进入你的樱桃小嘴。台中忠孝夜市是梅森之前在附近服役时很常逛的夜市哦。如果当时有这家，我肯定口袋也会塞两颗跑公物。梅森就是被众生网友推荐给烧到，亲自体验后才感叹真的是太晚报到。地瓜球经过老板不断的挤压、挤压再挤压，越来越大颗，随着音乐也越来越紧凑，地瓜球也变得更金黄、更酥脆。起锅时那地瓜香甜的气味充满整个空间，也吸引了超多人。要不是碍于我怕烫，不然我真的是很想直接拿起来塞。毕竟球状的东西都特别让人感到兴奋。除了地瓜球，还有现炸地瓜薯条，整间店就是地瓜到底。他们家的特色就是口味多种，有咸有甜。对，咸的地瓜球酷吧？而且意外的好吃哦。这家地瓜球外酥内 Q 弹，越咬越香，停不下来。50元超大包，但也不够让你从夜市头逛到夜市尾，因为这间店真的非常可以，大家赶快去吃吧，绝对不会失望的，拜拜。